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。在上海时间4月26日，有当地网友发文提到，4月25日上海大风大雨，把方舱都刮走了。方舱里面的上海人逼都露出来了。方舱质量真好啊！在附上的聊天记录中的文字提到，方舱淋浴房被吹跑，一个男子全身没有衣服，面朝地面躺着一动不动，不敢站起来。疫情在室内的民众，有人拿起手机赶忙拍照。另一段视频显示，巨大的风雨直接把写着应急灾害的设施刮得翻来覆去的，疫情人真是措手不及。据悉，中国官媒在当日的通报中提到，4月25日，上海市气象台发布大风、冰雹、雷电黄色预警，预计未来3小时内，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最大阵风9至11级的偏北大风。